学堂。准备零食，好的，我准备零食，试试能不能把他们两个训练好。看，我准备了这么多零食，哇哦，试试吧。想吃吗？想吃吗？他们喜欢吃这个，那就好办喽。我走，他们好听话哦，摘，走，你做错了，我指给你，走，哇哦，他们好听话，好听话哦。那我们来试试握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学习怎样握手。走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走。你真乖，握手。啊，你好啊，你做对了，奖励你一颗。走。No， 错了。握手，哇，他们两个同时握，你一颗。那再来表演一些什么呢？我们来试试。biu， 哇，他竟然会 biu 哎，哈哈，太棒了，你可真棒啊。这是他，对了，哇，零食奖励法可真的是很棒呢，做对了就给零食。那你来，转，你转多了，转，哇哦，太棒了，朋友们，对了。朋友们，他们两个顿时变得很乖，对不对？那坐好了，不许动。哇哦，晶晶姐姐觉得他们两个瞬间变成了乖狗狗，给他们两个一人一点零食，你一颗。哈哈，朋友们，你们学会怎样锻炼狗狗了吗？他们变成了乖狗狗，以后我和金宝就可以放心的玩耍啦。那我们出去玩吧，走喽，咻咻。